大家好，我刚才走在这个大马路上，发现这地方有那个蜜蜂飞着，飞了好几只，然后呢，我就在这附近找了一下，你们猜我有没有找到？我还真的找到了，哎呀，真的就在这个路下边，特别的近，从这里距离到路上不到5米，特别的近啊。还好没有被人发现，被人家发现可能就是被人家下手，脚就端走了。你们看我今天这个穿着也不是来找蜜蜂的，我是路过这地方，然后偶遇到的啊，就在这里，我带你们过去看一下。你们看，就在这地方，这里刚好有一个洞，就在这个泥洞里面，看到没有？这蜜蜂飞着。有，打开看一眼。我，哇！好大一朵，好大一朵，这个洞很大，这里刚好是那个竹子啊，过一段时间我们就把它给挖了，要不然人家过来挖竹子的时候就发现了，把它给封好。我们现在先不要打扰了，先把这地方给封好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还是不做的，确实是很好一个地方，我们让它先在一段时间吧，过一段时间我们过来磕蜜的时候我再与大家分享啊。我们今天就不要打扰它了，哎呀，